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七月七十，诗篇三十七篇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安尼讲：愚人的嘴讲智慧，伊的字谈论公平。上帝律法伫伊心内，伊个脚拢袂打断。三个来祈祷，予阮个脚袂打断个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。你是全能、全智、至权、至大、至真、至善的真话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阁是无有神明通比的独一上帝。主啊，在你的创造中，你对万物中精选我最尊贵，也用无条件的疼来疼我，这样的稳定，何等的奇妙伟大！阮要深深懊恼甲感谢，主啊！世间人追求知识，总是毋知影要超出对你来的智慧，主啊！阮的嘴要讲起你的智慧，阮的字要谈论你的公平，你的律法在阮心内，阮的脚就拢袂打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